学 EMBA 以及国立中山 EMBA 两大学府联合盛大举行，也希望呢今天都可以带给大家满满的收获。而在今年度的一枝独秀的一开始，也邀请在场的所有嘉宾朋友率先用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高雄市产业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陈昭南陈理事长上台致辞，掌声有请。